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家。 浩瀚若烟海，璀璨如繁星的传统武术，就是这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漫长的岁月里，伴随我国历史的进程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传统武术，门类众多，内涵丰富，机技全面，艺术而形象地反映了历代炎黄子孙狩猎、战斗、反抗外来侵略的生活图景。 传统武术有少林、武当，还有鲜为人知的道家养生自卫功法之一的龙门神龙太极拳，也是传统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神龙太极拳主要流传于宁夏和甘肃两省，历代师徒相授，鲜为人知。神龙太极拳和内外两家之长。 形如长拳，神似太极，动如江河，静如山岳，形有方圆，曲中有直，虚实分明，不用着力。腰如苍龙，身似柳，缈怀转膝，悬腰转膀，旋指，斗弹，浑然一体。悠悠哉如行云，荡荡忽似流水。 静中生动，圆活自如。神龙太极拳拳风古朴，内涵丰富，体用结合，形神兼修，是强身健体不可多得的武术套路。神龙太极拳共分为四路，俗称四象声。一二路动作简朴，形式和缓；三路刚柔相济。 快慢相间，世事缠丝，发力脆打。四路步踏七星，走阴阳鱼，发力威猛，势如金狮抖毛。神龙太极拳的主要器械套路有太极扇、太极杖、太极笔、太极金环、太极锥。 龙形剑、龙形刀等九种太极门兵器。本片特邀宁夏武术协会理事、银川市武术协会副主席、传统拳法高级教练邵比南山首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一等奖获得者、龙门拳法29代传人李闯演示讲解。 李闯又名李法军，又成家学习练长拳，后习神龙太极，历数十载春秋，对神龙太极拳械有较深的研究。李闯先生在本系列片中对每一个动作进行了详细讲解示范，动作准确，功架规范，是一部直观形象的影像教学片。 鸿蒙初起天地分，苍茫坤宇龙显身。天生二仪东流水，地清西北四象生。五行相生又相克，东南西北八极宫。自训人生200年，我命在我不在天。演练神龙顺五行。 返璞归真，不老春。第三段分解教学。第三段有28洞到39洞，一共12洞。下面进行第一段教学。八仙拜寿，双掌向前合，后坐，分掌，上步，靠脚。 下蹲抱拳，再演示一遍。29十字封手，右腿后撤，两拳。 变掌，呈十字手，呈胸前。
后坐，下势，瀑布，绕环，向前，退出。再演示一遍。背向演示。30动，苍龙反手，重心后移，左脚尖翘起，前移踏实，踢右腿，按掌，身体右旋，左旋，碰左手，成七龙步。再演示一遍。背向演示。注意本动重点。后坐翘脚。提起。右旋腰。右按掌，左旋腰，左捧掌。31，左势，抱头推山。左腿收回拳脉，旋腰抱头推掌。再演示一遍。本段的要点：旋腰推掌。注意，腰右旋抱头，转踢推掌，背向演示。32，右抱头推山，左脚靠右脚。摆掌，右开步，抱头，旋体，过目推掌。再演示一遍。背面演示。33动，右迎风摆柳，踢右脚，左掌下探，落右脚，上左步，两掌翻花，垫脚，转身摆掌。再做一遍。背向演示。本动要领：摆掌、拧腰、探身，要求高度结合。探掌、提起、落脚。上步，摆掌，垫脚，探身摆掌，探身推掌，背向演示。34动，玉女献书。右摆脚落地，上左步，双掌右捋，向下画弧，出左腿，向前拖出。再示范一遍。
背向演示。35，迎风白柳，左势。踢左脚，右探掌，上左步，转一声白掌。再演示一遍。背下演示。36，黑虎坐动，左摆脚，大捋，初步成虚步，挑拳，再装分一遍。背向演示。37，抱虎归山，右撤步，两侧分掌，十字手，重心右移，向下揽抱，重心移左腿，上步，抬左脚，落脚按掌，再示范一遍。背下演示。38，纯笑打虎，右脚回带外摆，两手抱拳，左拳上架，右拳下砸。再做一遍。正面演示。39，金狮斗毛，右脚回带，两手抱球成定步，右脚右开，抖背。再演示一遍。正面演示。第3段完整演练。第4段分解教学。第4段有40动到50动，共计13动。40动，十字封手，左脚尖外展，上右步成钉子步，左旋体，两手由脚尖向前穿出十字手，右脚右开，扑步下势，两掌由下向前推出。再示范一遍。
背向演示。四十一动，抱头推山，右转体，分掌，卷曲，搂抱，左转体，马步推掌。再示范一遍。背面示范。四十二动，云龙现爪，左脚靠右脚，右脚右开步，右手向后画弧，左脚靠右脚，右掌向上举起。再示范一遍。正面示范。四十三动，黑虎抖威，脚右开，两掌两侧画立圆，撑马步，两侧顶肘。再示范一遍。正面示范。四十四动，金狮抖毛，左脚靠右脚，定步抱球，左脚左开，旋腰，左手上撩，右手下按，撑马步。再演示一遍。正面演示。四十五，白蛇吐性，右势，右脚右摆，左脚上步外摆刺掌。再演示一遍。正面演示，背面演示。四十六，白蛇吐性，左，左脚上步，右脚回带穿花刺掌。再演示一遍。正面演示。四十七，二仙指路，左拳体云手，右开步，右云手，左右手刺直。再演示一遍。左转体云手，右开步云手，刺直。背面演示。四十八，风摆合脸，右脚外摆大捋上步，
右摆掌，左摆掌，绕弧。再示范一遍。正面演示，背向演示。49海底退杀，左手搂手，右掌前推成弓步，后坐再推，再演示一遍。背向演示，50童子拜佛，两掌合掌，后坐，上右脚撑马步，马步脱肘，再做一遍。正面演示，背面演示，51动，抱虎归山，右撤步，转身，两掌腹前相交，捧起，重心右移，分掌向下揽抱，上步，站体。抬左脚，按掌落脚，再示范一遍。背向示范。52动收势，签订坤安，左脚后撤，右脚靠左脚，旋体按掌，自然站立。正面演示，第四段完整演示。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完整演练神龙太极拳一路。演练神龙太极拳一路要求动作和缓，
现在我把神龙太极拳、一路拳几种适用手法向大伙做一简单介绍。介绍第一动是滚肚贴掌。滚肚贴掌是对方用右拳向我胸部或面目攻来时，我以左手来捋开，右手捧挤，左手按挤，将对方制服推倒。下面进行示范。第二手抱虎归山。抱虎归山，对方用拳向我前胸或面部击来时，我迅速下身分掌防守，然后双手搂抱对方腿，用肩部或头将对方顶倒。现在进行示范。前面所做的是定海神针的第一种神用手法。定海神针的第二种神用手法是主动进攻，当对方没有思想准备的时候，迅速进攻，劈掌打住对方这个动脉，然后踹脚。定海神针第三种使用方法，当对方用直拳向我胸部进击时，我以左手迅速趟架不拦，同时右脚弹踢对方裆部，右掌由面部下叉。下一动弯弓射虎。对方用左手或用右手横拳或直拳向我进攻时，迅速由一手拦截，另一手回扣，使其关节受到控制，发力将其由身后摔出。下面进行第一动右拳进攻的防守示范动作。对方右拳胸部向我进攻，慢，以
左手控制对方手腕，右手控制对方肘关节，将其摔出。下一动，金狮抖毛。当对方用左拳向我进攻时，迅速向右一步，左手拦截，右掌向前，右腿向前，靠近对方。